出发，期待一场流浪，想去什么地方？远处有个声音，是谁在呼喊，让我不停盼望？就算下起大雨，我依旧能出发，选个陌生方向，寻找一个解答。我逆着风向走，提起了皮箱，开始旅程奔忙。我想去个地方，有纯真的时光，像个秘密藏在。他今年啊，下雨下的比较多，今年插秧比较早，比去年早。比较早的，去年一直到八月份才开始插秧。气候可以用它，但是没有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妹妹在啊。前几天那边种的啊，他们那边全部都种成树在这边。这个我们小时候都插过，对，我们小时候也插过。哇，很多啊，嗯，看那边他们。哦，那不要喝醉了啊。跟我们的做法也是一样的，也是先把它绑起来，而且然后就做法都跟种田一样，种田都。对，我去动啊，我去动啊。启动就是插秧啊，不认识这个。对，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写的什么吧？写的是他的村民，安哥农村。写的是我是蚯蚓，我是蚯蚓，我是蚯蚓。没有，是这样啊？是什么？我是蚯蚓，我是头发。他们节目高棉文字必须要有头发的哦，这个头发就相当于我们那个拼音的音标，音标啊，这样子啊。反正村里面你们应该大部分认识是吧？当然我们走进来之后，他们看到我们都会知道，知道是你们，他就知道我们，知道我们工厂的啊。对。哎呀，这感觉真的很好，我觉得能够骗他们下班吗？阿拉还没下班啊，四点钟。对，然后那生姜就是这样子的。这边抽烟是吧？你看，这边你看，现在是洗澡。哦。现在拿这块布，他们洗就穿好。和老魏一样的，老魏也是这样洗的。对，穿个筒裙，然后再洗洗。鞋布，鞋布。就是说他们家里条件好一点会这种情况，一般的来看就是这样的。没事。来，阿妹。哎。还好，这村子人都会听你们。啊，还好你们，因为在你们厂里面上班的人多嘛。啊，很多嘛。说对的啊，就东南亚国家都这样，都是这样的。其实我们在老挝也是的，真的你跟人家普通人这样的话，人家都会都很热，很热，都会很热情啊。对对对，都热情。因为信佛教国家，他们毕竟心里面还是善良的，就是说抢劫或者啥。但是我到国外跑这么多，我就认为一点，你脸上挂着笑，人家总不会去啊。对，伸手不打笑脸人嘛。对。啊，就像想踢足球，我去跟他们拼一下。好，我看你跟人家打羽毛球，你也打不过人家。我叫我哥来弄死你，然后就把他哥叫来给我打，结果把我就打趴掉了。我们在前面去看，就去前面看。Hello。好，这他家是不是？哎。不错，
注意啊，你要轻一点啊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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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耶，可以可以耶 ，OK， 耶，五条 OK 啊，外焦，然后红兵呢？有，红红兵呢？红兵有，啊后面有，前面有，对，要坐后面，不要坐前面，前面风扇不转了，啊，你看，那个是阿恒的，看阿恒的女儿，哦，阿恒不在家，阿恒下一季啊不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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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，啊。等一下，他们那个前面的小孩子就买他们那个冰淇淋啊！哦，你看一下，真棒嘛！我们要不要尝一个吧？要不要？大家要不要吃啊？每个人都来一个，来接着一份，每个人来一个。嗯，500块钱一个，500块钱一个，我们每人来一个，来吃一个。慢点，慢点，摸，加他请客。OK，OK。哎，请客，请客，请客，来来来来来。啊，这就像我们啊，兵马兵马兵马兵啊，怎样？每个花呢？啊，500啊，500一个啊，好钱呢 ？OK OK 啊，多少分？买个单，买个单，你啊。啊，对，又是兵马兵马。你有毛啊？这是拉高，要给拉矮。你有毛？你有毛？好，再捏那个马呢，马那马那捏。达娜，让他们说谢谢呀。啊，谢谢，谢谢他，谢谢哥，谢谢我，他不掏钱。谢谢，啊，讲中文，讲中文，谢谢，啊，他，谢谢，换了他这，我哭，谢谢。把他他摸他谢谢哈，他好困难，哈，他谢谢吗？要他，谢谢。来穿，来穿，真棒！我们谢谢啊！我们也要。那这种吗？还是哪种？你们就他们吃。你们吃，你们吃。阿达呀，阿达那也要啊。我们也要。要呢。我的老婆。要。老婆喂。老婆喂。喂。啊。哎，讲中文，谢谢。啊。女儿要不要？好的，有啊你。那聊他聊个啊，有啊，我们吃什么？我想吃小孩子，是不是那个？可以，我也吃那个。OK， 其实和我们小时候卖冰棒也是一样的，那时候也是，我们小时候骑着那个冰水去卖的，对对对，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子。嗯，来我尝一下啊，看是什么味道的啊？哎呀，都是好给我的。就像那个棒棒冰啊。对，我们小时候的棒棒冰，就是非常原生态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很简单的，真的是小时候的味道啊。啊，确实。快点嘛！就是棒棒冰啊。年嘛的味道。嗯。哎。哎呀，来了。掏钱。买单啊！点六。一万块，不用，够，没钱我们不走了，够，5万块人民币啊，5万块，这个房子要全部做好要多少钱？也差不多，也差不多，要多少？1万美元，8000啊，那边人工平好呀，8000澳币，澳33 OK， 能背，没门啊，10000美金啊。这个全部做好要10000美金啊，至少要10000美金。要做的很漂亮的话，很怕那家都3万多美金嘞。哦，他这房子是很漂亮，就现在看都很漂亮，因为这个外面墙贴了那个木条啊，觉得很漂亮。啊，不错，很漂亮。十二。十二。啊，对。我要骗他。
这阿亨的女儿害羞。你害羞？啊。有啊，跟让他跟我们一起去啊。啊，那走走。走。啊，走。现在里有。去。好，让他等一下啊。对，英文的语文不学中文吗？没有，他就学建中文的，没有老师教的。哦，没有老师教。我们来嘛。哦，我们不会去简语，不是，那你怎么教？哇，谁教你？别的。哦，其他不要。哦。哦。他们村里面小学应该不是这，就是这里吧。你看他们村里面都还有路，第二条路好像有是马路，马路啊，对他们那个线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那个线，线，线，石头，石头，线，什么线？然后是什么村？什么村？这个县村的，啊，就是县的乡的，哦，这乡，哦乡，哦乡，哦，然后这下面那个什么意思？什么那个马路的？哦，马路多少个公斤的？多少米？多少米？啊。多长？多长？多少米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不知道？他这个没写吗？写吗？写的，三的，三百米的。三百米。三百米。哦。哦，三百米。那你还不知道？你养了。我没看呢。我没看。哦，修电视机啊。哦。哦 ，OK 啊。然后修手机啊，修车。修车。修了米堆呀。啊，米堆呀。搬堆搬凹的。搬了凹了。OK， 好，这就是普通人的家庭了。你带了没有？你带了。你带了。不带了。啊？哎 ，OK， 好。没。哎，这是他老婆。啊。这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啊，很普通一个柬埔寨家庭了。啊。他们就。面很普通一个柬埔寨家庭的啊，他会修电视机是不是？对，他是我们厂一个电工，然后他的懂电的，然后有点手艺的话，就是说可以做点其他东西赚点钱哦。像这种吊脚楼的话啊，就是底下日常活动啊，然后可以养一些东西啊，然后煮饭啊或者什么都会在这边。好像他们是也是因为热带，可能底下虫子多啊，什么之类的，对，虫子、蛇啊，然后东西都会多啊。啊，所以他那边就很孤单呢，放多了。哎呀，爸，啊，爸爸，我们来，他们都认识我们的，都很名字。他老婆也是在我们工厂上班。哦，也是在我们工厂。这什么意思？他们演讲。这样很简单的，你看厨房那边也很简单的，啊，对，这家条件一般般，啊，那可以的，属于中等的，属于中等的吧，属于中等，就是属于特别差的，有更差的，没有这么多木头，就是一个相当于茅草房那样的。这些都是要用铁梁的嘛，都是铁的，对，啊，拿铁，把它装啊，很少用榫卯，我们中国人民兴用榫卯，他们那边都先用铁，比较简单，方便弄。不靠，就是，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下，然后我们这个可以帮你当翻译。他可以做翻译是不是？翻译一些简单的东西，没问题的。好。对。啊。不知道。他知道。李连杰。哦，李连杰知道。还有，不都是你？每天哦都看的，每天都看。然后成龙，知不知道？成龙知道。知道。啊。还有谁？还有公公。对。公公是谁啊？公公。公公啊，应该是洪金宝，应该是洪金宝吧？洪金宝，通吧？不是，啊，是通通的，小小的，小小，是公，他就在说那个公公，公公啊，嗯，我不知道，每天都看是吧？嗯。他们比较容易，经常听一些中文歌啊。对，有非常。那你会不会唱一首中文歌啊？会唱中文歌。唱一首好不好？唱几句也好。挨大米。哦。会唱吗？唱一下。会唱吗？唱一下。唱一下。不是，我记得什么时候我写的，老师给我唱的。啊。有山里湖，有雷满天。
你什么？日本天雷满天，泪满泪满天，龙梅子唱那首泪满天。哦，他老师唱唱给我唱歌的。但现在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。如果我看那个歌词，歌词还可以唱，可以。哦，还不错，他能讲很多。对，他能讲很多，他比较努力，他比较容易学中文。对。应该没去过中国吧？没去过，这边我们这村里面估计还没有。没有人去过，我们厂里有两个。可以去吧？你去旅游嘛？过年的时候。阿片。对。跟那个谁呀？美良。来，那半天来。啊？没有拼音的。拼音，我天哪，拼音啊！没有了。哎，才知道拼音。对。没有，他们学中文不会像我们说，我们学跟他们教语言，我们就是死记硬背。他们是学拼音，学音调。对你写个拼音出来，他都知道怎么读。对，他们都会学拼音，他们这是比较正规系统去学中文。他不是那种死记硬背啊，去啊记就哎怎么怎么的。但这样的发音的话也会标准一点。对，是不是？啊，因为在柬埔寨，结婚的话是男方。就是嫁到女方家，所以说呢，柬埔寨的父母呢也更喜欢女孩，比如说我们这一家，这一家啊，我们阿宽家生了三个男孩子，一个女孩子，就不高兴，不会特别高兴。他们比如生了男孩子，哎呀，生一个男孩子，要去女方家里面，对，要去女方家，还要给钱给人家，就是这样。还有给嫁妆，对，然后娶到生了女孩子是吧？就以后还土地分啊，所以女孩子比较得重视，正好和我们中国就反过来。对，不过我们感觉中国现在好像这方面已经淡化了，也是比较平等。然后我们现在开玩笑说那个男孩子就是说，哎呀，谁知道你以后结婚要被嫁到哪里去，就感觉像说就是在中国我们说女孩子的情况一样的，就是说啊，不知道你结婚以后会嫁到哪里去。对，阿达，你是要把谁娶回来是吗？不嫁。不嫁啊？为什么？因为阿达长得帅呀。对，长得很帅，确实长得很帅，真的是真的。谢。中文。还会中文，对。争取不要嫁出去，是不是？不要嫁。真的是还是。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个情况，老挝也不是，老挝好像也不是吧？也是。哎，老挝也是吗？也是。我好像有一点待过两年，他找过老挝女朋友的。但是你找过老挝女朋友，你说的是对的。老挝也是啊。那确实和我们是就有一点母系社会的这样一种。他们那里但是没这么就是没这么那个，他们可能女方娶男方也可以，就都可以啊。但这边就是大部分是随这个女方家。对，就算金边条件特别好那种啊，都是要去女方家。我那边还好，他你这今天我们那个戴维，我们问过他，他说到时候不好说，说不定也会去女方家。哇，这个。这么这么有势力的啊，对啊，可能他不过他们通婚也会找更好的家庭的，对啊，是这样的，对啊，门当户对嘛，啊对，门当户对，对，这说不好也要去女方家，对，层次不一样嘛，啊，层次，他处于一个什么层次，他也会找一个跟他相当的层次的人，对吧？对。生男孩和生女孩都要付出这个抚养的成本，但是呢，生女孩的收益就大一点，是不是？对。他们这边好像上学不要钱吧？上学要不要钱？他们那边上学小孩上学医疗都不用钱的。上到什么时候？上到初中吗？对，应该上到初中。医疗也不用钱。对。读书不要钱吗？读书用不用钱？读书上小孩子上学啊，不要钱。小孩子看病也不要钱。看病要不要钱？要。看病要钱，看病要钱，看病要钱吗？我是了解到是看病是也是不要钱的，看病要钱，那也不怎么讲，也不是说完全这么不能婚前同居，就是说不能婚前同居，然后这东西他们看得比较重，看得比较重啊。在金边的话，文化开放一点的话就没那么重啊，在对，在偏一点的地方可能就比较传统，比较传统，不是传统不是比较，是很。对，很传统的，真的很传统的。就村子里，像挨着马路近一点，就是说，可能就是说挨着城市近一点的，他接触的文化或层次，他比较开放一点的话，他就会
没那么看重，比如说偏远一点的话，他思想各方面封闭一点的话，他就会非常看重，非常、就坚守这个传统。对，坚守传统的。基本每家每户都有的。每家每家每户都有。这个试一下，你可以尝一下。这个为什么要做这么矮的？如果说做高一点，不是更凉爽吗？它这样安全一点吧？啊，应该是安全。这个都已经到地上了嘛？可以。你要看怎么样让你屁股不到地啊？我看你要怎么样让你屁股不到地。对对对。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你屁股就不到地了。对对对。这样就可以了。低一点安全一点，是不是？高一点容易翻下来。但是。你怎么下来？啊？怎么下来？反正那肯定屁股还是要落地，他们这就不用落地。对。从这边转吧，从这边转出去吧。从这边转，好，去吧，去吧。大别，别转了，阿龙家里好好聊聊。啊。阿龙家里。然后他会。因为是重，掉下来的。冬牛是用来干什么用的？榨糖。榨糖可以油。榨糖的啊。对，油。冻鱼油不是这样的。冻鱼油啊。对。而且他们每个树。我之前以为是牛粪的。不是牛粪。你看很多蚂蚁，它甜的嘛。甜的。甜的。非常甜，这个煮糖水的非常好。对。冻鱼果我还不知道这个。对的，然后他们看每个树上架的那个，我都给你拿去拿，对，然后去采这个冻鱼果。哎，来，藤浩。然后棕榈果难道很多吗？对，你看，哇，这么高一样，我有点趴着呢。他们就这样攀上去啊，攀上去。这种树啊，这竹子有竹节，好是这种。对啊，对，对，有竹节慢慢上去。这么高，这一掉下来，有。哎，这个还是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还是可以的。爬一下没事吧？他们没事，我爬一下啊。啊，这个要小心着力点。对，你看他绑着有这个铁丝。OK， 好啊。哎，算了，不爬了。这个，越往上面越远了，看到没有？你这爬得慢。他越往上面，这个。我看到本地人爬，几下子就爬上去了，很快的。这个太高了。为什么不用那个钩子，然后上面装个镰刀这样割呢？太高了，这个太高了。太高，比椰子树高。这个太高了，比椰子树还高，你看到。比椰子树啊，它上面要挂一个瓶子，那个糖的第二个瓶子里面，然后呢接个水，这个糖水在熬，第二个瓶子里面，然后挂个瓶子。椰子树人家以前是叫猴子上去摘嘛，对，他们现在椰子树他们就很随便就上去了。椰子树矮得很。哎呀，这个是卖什么的呀？卖给啊？要点你点给。到这个水里面。这是卖什么的？卖水。卖饮料的，饮料吧，我小孩子要买的，小孩子买，好霸气，下来，我要。哎呀，一叫停啊，几个小时一起过来了。什么饮料到底好不好喝啊？知道啊？不知道，我们要不要尝一下？尝一下吧。这什么饮料啊？是，你问一下，是什么饮料？来，问一下，肯定是。看着吃吧，甘蔗汁啊，是不是什么？看着吃吧，是不是甘蔗汁啊？什么？是什么饮料啊？是到日本的啊？这个日本的甘蔗，英文的啊。来，我们试一下，多少钱一杯？没关。多少钱一杯？好的。雷满。满多万，干不多万，一千，好吧，我们，喝一杯，我们都尝一下哈。我啊，六个，摸一，六个，一本不亮啊。我这个我有，这一包就好了。啊，好的，你不划算，不要。啊，我有。多少？六个不是$1就可以了吗？$1加2000，是不是$1就可以了？$1加2000，$1加2000是吧？有两千吗？有，你要100，哦，2000，有，这叫1000啊？对，这个是1000，对，这是$1啊？这是4000，啊，这就是6000，好吧？停下来就每好多小孩子围过来了。
什么？糖？有一点酸，也有点甜。酸，你们喝一下。我们还没喝过的。啊，你没喝吧？你们尝一下，感觉就有点像那个红牛的那个味道，有点像红牛的味道。有味道。啊，你们喝一下。真，我拍一下。很简单的，那个小孩子晚上都是。然后是晚上还是？对，晚上。是谁在这里教中文？就是会讲中文的人，然后或者是华人。哦。对，然后也是他们就是召集一个村子小孩子啊。一起给点钱给那个华人老师，讲中文。那应该那些踢球的小孩子都会一点点，都会一点点。他们本地的，对你跟他说你好，再见，他们都会。啊，你好，再见。对，然后就是反正每天晚上6点钟开始吧，6点开始教了。他们是2016年11月。哦。他们的中文虽然写的不是很好啊，但是我们还能跟人认识，对吧？哦，还可以哦。2016年7月。多少日？然后星期几？星期几？啊，对，这是最基础的，会教他们一些，然后大概是晚上6点钟的时候，一些小孩子都会学中文。等他们长大了会中文的话，出去找工作啊，都很方便的。对。到，那就到了。啊，到位。到位。到位，你在越南，你哥在老挝那边，你如果路过河边的话，你也看到过。看到过很多。对，哇，他们这边应该上下去就应该出来，就围一个。对，都是在河边啊，也都可以。我从远方来到陌生的地方。沉睡了不知多少个年头，我将不顾一切地来到这地方，放眼望去，一路春光不再平凡。哦哦哦哦，日光穿梭如水一般。白浪哥，白浪哥，飞过彩虹划过的瞬间，它就在远方，不要停止追寻着它。白浪哥，白浪哥，飞过似水华丽的人间，直到拥有了一切